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改这台车子啊。这台车子呢，刚才试乘一下，觉得它启动的声音很特别啊。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好了。有听到吗？我再听一次。那种怪怪的感觉。有点复古的感觉啊，改车了。What's wrong with her now？ 这一次我就不给他改护具跟刹车了，因为其实也看不太出来。我先改保险杆。哦，增加下面这个定风翼哦。有橘色跟没橘色有什么差别吗？主色调保险杆、定风翼、吊钩，哦，这有吊钩，吊钩可以吊什么？这个吧。等一下，后保险杆，巡游保险杆是干嘛的啊？这个、啊、好不好？隔合金的，哦，隔合金。看起来不错哟，底盘，哦，它有行李架，拉力用的，好像都差不多，最后一个吧。引擎哇，第四个就将近一格半呢。Power 的 Power， 排气管有什么？大只佬，哈哈，暴走族，双排气管，哇哦，暴走族的啊，就是这个暴走族的挡泥板呢。宽板的，有啦，边边有多出一点空间呢，感觉是比较宽的。哇哦 ，GT 挡泥板，啊，就它吧。水箱护罩哦，黑色的灯是什么？哦，那是喇叭吗？哦，那是进气口，我以为是喇叭嘞。进气口可以干嘛？加速用的吗？用这个，瓶盖。哇，什么啊？外露式涡轮哦，我在转呢，风扇吗？车灯套件我不改，涂装看一下。哇哦，这一个整个条纹呢？是什么啊？白色条纹哦，这好经典哦，爱尼仕28号。竞速涂装，哦，史班特，哇哦，好看哎！奥林帕斯，蓝色的，这备用。
哦，我已经知道选哪一台了。就是你啊，史班特。OK， 看一下车镜。哦，轻量化在前面，隔热镜在前，在哦，在中间，好小、哦。黑色跟白色好像也不赖哦。我们选一个红色，哦，红色，红色跟白色，如果是蓝色呢？深蓝色，哦，蓝色。壳金，金色，金色也好高级的感觉。看一下副色调，哦，前面的颜色，对吧？前面的颜色，还有进气孔的颜色，哦，就给它金色吧，金色。亮金属的金色，哎、欸，金色，有流板，这样只有一系列啊，白色系的。OK， 改完了，我们来试试看这台车的性能吧。看一下第一人称，哇、哦，好棒哦！加速还蛮快的，我一直喷火，刹车，哦，刹车好棒哦！哈哈哈哈哈 ！OK， 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帮我分享、按赞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